春天快过去，天气也渐渐开始炎热，又到了大口吃冰的季节啦。乐天爽冰淇淋推出怀旧纯吃茶风布丁口味，复刻经典老咖啡厅的香浓布丁，已经在日本开卖啦。加入 Foodie 吃货频道，反手食指向右指，点一下便中文版反手食指向右指。这次爽纯吃茶风布丁口味神还原日本老咖啡厅吃茶店的传统味布丁，添重浓郁淡香与厚实的口感，其中更加入微苦的焦糖冻， Q 弹咕溜的焦糖冻和细致的冰淇淋超对味。冰淇淋中一如往常加入了微微冰沙感，虽然味道香甜浓郁，但是却仍保留清爽尾韵，完全符合爽冰想要带来的清凉消暑感 Q 的。